哦，我可能想要十点，十点了我已经睡觉，叫恁两点先出去，还有问题无？啊，看过来，看那边，我来通宵，我得换多少钱电器？我今天会把电池换一个电池小吧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水渍，知道吧？水渍故障，这个机壳加上人事跑在里面，可能有十个故障都在里面跑。那考试的时候可能出两个而已，第二个问题会出一个到两个来考你，那你要把握这些东西，一定要排除掉，好，排除掉。那到时候我们就要讲，要从温度计里面进出温差，我们可以判断这几个正不正常，往高压高怎么去判断，好，可以知道。哦，这我来做这注意哦，发电机无一定啊，哦，发电机你要看下电脑机啊，伊会个只吼。旁边的地跟号，看到没？因为环境没受变，因为二重管它有时候会这边在进出口的时候也没受变，所以你一定要去看它。观看到了，观看多，这是像一些些号，进入扔你用流量，结果一旦它偏的了，不去动，你要硬币推其他的啊，要不然丢啊，那配的是过贵的啊。共里面应该大一点看，所以这边实际上你要先看，看有数据，它机器出厂的时候会变成数据大。